我们能往上抬他，我叫他问吧问吧。但是没有。对呀对呀，你往前嘛，不就很好吗？哎呦，不用再往前了，清一下粉丝吧，前面这么多人，媒体啊，前面的。什么时候？比我们吃菜人多的嘛。喂。怎么会比刚刚人还多？你们看一下手环，好多粉丝进来了。怎么比刚刚人还多？我们现在采访，现在拍照好不好？好，只有15分钟，大家看时间。来，第一个。我们两个是私底下交流，我们两个从来没有担心，或者说人气，或者是什么，因为大家都拍了这么多年戏了，我们两个反正一直是特别好的朋友，以后也会是特别好的朋友，大家各自努力就好。那边的角度往这边拍，去那边的角度。但是叶子，因为他被关在柱子里面的时候，只能是后期去补录才能拍摄。
单程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因为录戏的时间不是很长，我们拍了三个多月，所以工作量很大，每天都是从早到晚，从早到晚在睡，从早就在睡着的。嗯。所以说，这一季往年是这么敬业是吗？你每次都是很认真研究剧本。其实这不是敬业吧，我觉得就是就正常，只是作为演员正常做的事。好的，就是那您接下来有什么工作计划吗？我现在在上海在拍一部电视剧，叫《我的真诚》，还在拍一下。好，那就祝您顺利后面不管是什么样的，或者电视剧啊、电影啊、话剧啊，只要有好的，我觉得当下是我感兴趣的，我就想去做，因为我是很自由的。想问一下朱老师，就这部戏结束以后，下部戏有具体的安排吗？还有就是，你的粉丝不是现在已经400多万、800万的福利项目？我觉得原来发粉丝福利的时候要过好长时间发一次，现在感觉这个有点快，我再准备准备。对啊，很快1000万，那你1000万福利怎么办？直播吗？要？看我直播不无聊吗？那天我直播的时候，我妈在家也看直播，看完之后说：“坠龙，你以后就好好拍戏得了，不要再干别的事。”所以直播太无聊了。你好，我是中国新闻社的记者，我想问一下，您对银魂画手这个评价是怎么个看法？我吗？对这个名字你有什么看法？就银魂画手，就粉丝给你取的这个名字。就画的意思是夸我画的还挺好的。你看这感觉是我这样的。我想问一下，就是《镇魂》这部片子对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就是您拍完这部片子之后，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我觉得镇魂现在对于我来说就像是一个礼物一样，就是在而立之年的一个礼物。我觉得它给我增加了很多，给我带来了很多机会和以后的发展的事情，所以我还挺珍惜这一次。朱俊龙老师你好，我是视频的，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之前有说到你想和那个白宇 PK， 然后你最想和他 PK 的是什么？说一下，我想跟他贴贴哦。在微博上好像有说。我解释过，我没有说要跟他五秒，我现在怎么可能比得过他？那你如果有跟他 PK 的话，你会跟他 PK 什么？除了五秒脱衣，我应该都能比他好一点。对，那我都肯定赢了。跳舞他略胜一筹。那你觉得他会跟你匹配什么？以你对他的了解的话，他觉得他什么都厉害啊，他觉得什么都比较厉害。还有个问题，就是之前我看到一些你的粉丝说你是睫毛精，这次你是怎么看的？不还好，就是正常。就是因为我也有特意去了解过一下，就是我看了你的很多片，就是从仅仅单身啊，都发现他们都比你的睫毛来的个性。没有给过，就是只是正常的脸部这些眼睛的设计。就是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看法，就是比如说你觉得这是自己一个比较特别的部位这样。其实还好吧。好，谢谢。谢谢。朱老师你好，我是新浪的。
然后这一次快乐大本营的话，已经把创造了一个新的收视记录。如果后面有邀约的话，会不会考虑上真人秀？后面不排除，但是现在因为在拍戏，所以我觉得拍戏的时候我还是以拍戏为重。然后很多粉丝都觉得你唱歌特别好听，还会弹吉他，然后又会弹钢琴，后面会不会考虑往音乐这块发展？我们都业余的，就自己玩还行，就跟大家表演的话就比较没有自信，就自己，你再练练吧。朱老师你好，就是之前的话，就是在那个上海的环球港，就是有一个副组织了一个，就是那个给你们点亮这一个中国品牌这样的一个电子屏的一个活动。当时你晚上还发了微博说你们是先来看的。你之前有知道说优酷做了这样子的一个粉丝的互动活动吗？还是说？因为每次拍戏我之前有看到过，但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或者是哪一天。然后点亮那一天我刚好收工我就拿手机在看微博，刚好我就离那地方不远，回酒店的路上，我就说感觉很刺激的感觉，然后我就去看，然后我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没有看到说还有残留的粉丝还在那边大家聊天什么唱歌的吗？我没分辨出来。其实我现在特别不好意思说给角色做准备，因为现在每部戏就是准备给我准备的时间其实没有那么长。每部戏你说做准备，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剧本尽我所能的去把它理解透彻。然后我戏这个角色是什么样的，按照我的想法跟导演沟通完之后，我尽量把这个人物给完成。其实以后如果有更多的时间，我不用一年拍。像之前，因为之前我是一个积攒经验，我自己觉得是一个积攒经验的过程，就后面我可能不会一年拍那么多的戏，尽量给自己留出更多的时间去塑造人物。Hello， 你好，我是都市快报的记者。其实大家都知道，很多影视剧走下来了以后，很多演员开始走红，真正被大家接受，是因为都有一个 CP 的状态在。那你们其实也是一样的。那其实对一个真的有追求的演员来讲，其实有 CP 是好处，但它其实是双刃剑。对于个人来讲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束缚。那对你现在这种情况来，就现在的程度，包括你个人而言，你觉得你怎么理解你跟白老师的 CP？ 包括说你以后是怎么看待这个关系的？因为我们俩都看，就是都还比较大大咧咧。其实我们在生活中沟通就是特别的顺畅，特别的好，大家也没有什么想法。既然大家喜欢我们，就会喜欢我们，我们也不用考虑大家是什么 CP， 我们俩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就正常该怎么交流怎么交流，大家私底下该怎么交流怎么交流，给大家看见的我们一个什么状态就是一个什么状态。大家看见我们在一块高兴的就高兴嘛。大家我们分开之后，各自也在忙各自自己的事情，就这个事情我不想，我们都不想把它考虑到什么组 CP 啊，或者是大家，就是我们就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在走。那其实还有一个想问，因为今天我们是在杭州的一个粉丝的一个见面会嘛，就特别想问一下，你之前有来过杭州吗？在杭州有发生过什么故事？我原来在横店拍戏，有时候一待一两个月。那个时候最早去横店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多好吃的，然后待了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就会晚上偷偷开着车，就是几个朋友一块儿，对，开着车从横店到杭州，去西湖边上转一圈再回来。那在这边有喜欢吃一些本地的什么的食物吗？杭州的食物我还真不是特别了解。发自内心，我自己都不知道，但是我今天有看到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吧。
牛。那时间关系，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我看有一个老师举手，我们最后一个。就是我想问您，就是在过去就是演戏的经历中，就是会不会遇见，就是比如说可能就是就是可能就是一个角色就是很难就是表演出您想要达到的效果，就是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您会就是怎么想度过这样的，比如说可能说一个瓶颈，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让就是那个角色更就是能表演出您期待的那个效果来。其实不是一个角色，其实每个角色的时候都是在重复这样的事情。每一个角色的过程当中，你每次觉得你找到了这个角色，你觉得这个是你想要的，但你可能保持不了多长时间，因为你每天的状态和你每天对这个人物的理解其实都在发生变化。那您是就是最后是就是怎么就是能够达到就是做下一个就是进入下一个这样化身的阶段？演员我觉得就还挺纠结的，每天都在跟自己对抗，就跟你的内心，跟你的身体，因为你很多时候你跟你的环境都是一个完全相反的状态，所以你每天都在挑战自己吧。嗯，谢谢。好，那我们今天群访到这里结束，那个周老师请来给大家拍两张照片吧。对，然后那个是站台。